他们是说有，哎呦，先来看陈志伟这一棒轰到的是左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手，看这个球出去了，轰不了，阳春全垒打。陈志伟连续两场比赛都敲出了全垒打了，本季个人第三号的全垒打阳春炮，这一分呢，取得金龙牛队取得了5-2三分的领先呢，这个阳春炮对于同一支队来说非常的巨大了，本季陈志伟第三号的全垒打，都转得太快，李全这个球轰到的是在左外野。To back home block， 林奕泉也是个人单场双响炮，本季个人第99支的安打，是一支全垒打，本季个人第9支的全垒打了，单场双响炮 back to back， 三坏球没有好球，积极的出手，6-2，四分领先的保险分也进来了，新农本板的正上方，这个球。向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布隆曾华伟本季个人第一季的全垒打，三分炮，哇，现在新农牛队这个败局三支全垒打出现了，目前是9-2七分领先统一狮队了，哇，真的把球打向月亮啊，虽然不是月亮的方向，但是是一支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目前是9-2七分领先。